我可以上一只马修吗？哦，零一固定哦，有些关卡会限制零一，试试看吧，把它拿出来试试看好了。嗯，马修，马修，好微妙的技能组哦。可是他没有了那个盾呢，这样就只能开三技先接招喽。没有那个盾，就真的很微妙哎。对啊，他少掉重点那个盾，那就直接用这个好了。杰克会要放后排啊。应该还是会进化啦，欸，使用方法不习惯而已，所以没有他。可是他的盾是自己的，他变成没有全体盾啊！真的王冠碎掉了，太好了，那个哥雷姆哦，好像大象人哦，不敬的人，你名字是？我是贝奥武夫啊，怪力的那个老贤王贝奥武夫嘛，那会飞的那个你呢？我是阿塔兰塔啊，希腊神话的猎人，你呢？安娜塔西亚。犯人类史的 Savan 跟我的妃子同名，不对，不过不一样。我是你的下一个国家罗马诺夫王朝的末裔，不知道，但是检定之刻已到。咦耶，吉盖伊马斯，不会的，这个异文带我不会让它被消灭的。什么？历史会继续前进，犯人类史稍却，这是不会变的事实。所以我会在这边建起新的帝国，那跟亚嘎们建起永远的帝国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在我的基础之上吗？是啊，皇女啊，德莫蒂瓦纳克，但是身体还能动。我也明白了，我的时代结束，已经落幕了。敌人无数，我方只有一人，那就只是一个孤独的小丑。不过我还是站在这边，来吧，兽国的皇女啊，跟我一战。见见皇帝之力吧，不用你说啊，对新的俄罗斯发誓，那我就对旧的俄罗斯发誓吧，无论什么状况都不会倒下。最后决战了，哦，他们开打了，到这边了吗？就是这样。我还要找那个女人啊，那个跟我正妃同名的 Savan 借过。好，借个屁啊，借个屁，他来找我啦，他来找我啦，不要借过啊，他来找我帮挡好吗？不要，你干什么帮我挡住啊，你为什么要让路，你做什么？他来找我了，冤有头债有主。放心吧，他去最后的巡礼了，他跟有话要说。不，你看他那个拳头跟砂锅一样大。阿诺科多那位啊，卡鲁迪亚的 master， 你可以玩呢。那虽然他很迟钝，但他应该也察觉到了吧？嗯，好了，出来吧，马卡利。伊凡雷利最后的远征，那就是作为老师觉得很荣耀，也很悲伤。无论什么样子，无论怎样的异文带，皇帝就是皇帝。那拉斯普钦，对，这家伙的真名才不是什么马卡利。看到伊凡雷帝啊，还可以这样报上名号。他的真名是克雷戈里啊，拉斯普钦，让罗马诺夫王朝崩坏的怪物。德瓦爷虽然这么说啊，是附身人类尸体的疑似 servant。你呀 因为你知道啊，拉斯普钦的脸，所以他要就是骗过我们。那我。不对啊，我并不是拉斯普钦，只是我现在的任务啊，那个任务已经结束了，卡多克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拉斯普钦的愿望啊，已经完成，所以他自由了。他是个圣职者，也是罗马诺夫王朝的守护之人，所以呢，那
他只是为了让那个女那个皇女啊就位啊，就是接受了疑似杀本这件事情。那么伊凡雷帝打倒的现在，除了安娜塔西亚就没有别的皇帝了，明白了吗？拉斯普钦已经没有留在这个世上的理由了。欸，所以该不会神父严峰身上是一堆各种各样的 servant 吧？所以他其中一个可能是拉斯普钦，可是现在完成愿望的时候，拉斯普钦就离开了。那你现在的外表那个样子，哦，已经不是拉斯普钦事情，我已经自由，我的任务结束了，这个时间带已经结束了。啊，那当然接下来是要做神父的工作，那对于诞生下来给新的生命祝福。来吧，皇女，就去，那，就是统治这个治谢这世界吧。啊，总之谢谢你，拉斯普钦。以结果来说啊，就是获得了俄罗斯跟人民们，虽然是你的，就是虽然你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打从心底讨厌你，但是到最后没有办法完全憎恨你。啊，就是讨厌他就对了。他说：“但是有一件事情要让你做，有一件事情啊。”他说：“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，就是不知道是告诉他还是让他处理。”然后那个严峰就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你说吧。”然后安娜塔西亚就嘴巴动一动，他就说：“就是这样，你会读纯术吧？你应该懂吧？”不要啊！我好想知道你们到底讲了什么啊！你看拉斯普钦的神风脸，眼睛瞪这么大，当然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最后的皇帝 Osarabadis。再会。哎，讲清楚，说明白呀、啊！你们这些人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杀了他呢？他可是你仇敌的男人呢。咦，不，那个神父啊，不是我的敌人，他只是让俄罗斯还有那个俄罗斯这个大树腐败的男人而已。他只是一个痛苦的圣职者啊，所以就反正重点不是他就对了。开始看，啊，那我们也去吧。安娜塔西亚是最后的决战了，然后获得这个地方。啊，阿斯普阿米尔表示：“哎、欸，你说俄文我听不懂。”Master 跟 Marshall 还在宫殿那里啊。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，还有亚嘎他们，这是最后的作战了。对啊，就是拉斯普钦的人格已经走了吧？善良啊，残虐，暴虐。之素系列啊，就是看到这些梦，俄罗斯充满了幸福的梦，累了，这种东西不再现实。俄罗斯的统治一直都太过残酷，不是民众的错，错的是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缺乏食物，缺乏活着啊，继续走着，像是巡礼一样。好像是人类的时刻啊，就是有这样的日子，就是对神的祈祷啊，那样子朴素的日子。反正他来找我就对了。犯人类史的旧种啊，就是来纠正世界的少女，你有那个觉悟了吗？他跟 Savan 站在那边。伊凡雷帝来了，人里的检定之人，也不用问了啊。所以说嘛，希望你能真挚的回答我，我听。なぜ世界を滅ぼそうとする？为什么要毁灭我们的世界？你们的世界就真的那么有价值吗？ここで苦しむたちも一人なが。你要把这边这些痛苦的人民一个不留的杀光。欸？你的无知就是最大的罪。Master， 对不起。犯人类史消灭，而这个世界硬是让他复活。我原本还想说会有这样的奇迹呢，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
马上我们这个世界进入就会进入所谓的检定啊。对于奇迹活下来的我们，那是一场虐杀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个魔兽？那只要这个预文带修正了，就解决啦。我们是为了修复人理而行动，怎么可以称呼我们为虐杀者呢？你这个暴君！啊！吵死了！我在跟这个 master 说话，不要妨碍我。不要！继续。我是有着觉悟所问的。お前の世界をお前救うということは，你当你拯救了你们的世界，就代表着要破坏了这个异文史。这个俄罗斯所有的压嘎跟一切都是被你们杀掉的。所以我问你，你们有这样的权利吗？你们有权利让这个大地上所有居住的压嘎们都死去吗？这个吗？啊，其实他讲的也有道理的。口胎哟。口胎ぬならば、それが口胎だ。回答我，如果你不回答，那就是回答。我当然是输了，但我也不会退后，我还要守护这个世界。啊，吐血了！我还没败北，这种程度的伤还不足以。我不会输给犯人类时那些生命的。那你知道压嘎跟皇帝的力量？啊，是没错啦，可是不然嘞，你要我怎么办？对啊，就怎么办呢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不过确实第二部的剧情还蛮，就比较沉重啦。闭嘴，李嫣，这就是战争啊！我来试一下他的能力。可是这变成自身的 Buster 哎。攻击取向呢？好微妙哦！他不会变 B卡宝具吧？宝具会变吗？哦，有变哎！我敢马赛克之城呵呵、啊，原来是马赛克之城啊！哦，招式好帅啊！之后一定会变完整版的啦。哦，还是蛮痛的哎。哎，你这个防御不太靠谱哎，小姐，我看你的防御好像不是很靠谱的样子。以前のようにはいきませんが、人が触れられる天の城塞を見せてやろう。巨栄の帝王、ハンギング・ガーデン・ジョブ・カリオン。殺せ。神明、凍結展開。これは多くの道、多くの願いを受けた幻想の城。壊せよ、モールだ。飛べ。叠两层还 OK 啦，他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我还是搞不懂他这个增加我暴击威力到底要干什么。
今光と闇が交わりセイバーに見える。カラクラティシフト王道の力を知れ。我的炮击没中哦。哎，麦公女帝有仇是不是？我现在真的深刻这么觉得。干，星星不够。对啊，然后看看马修啦，这第一章而已，一定后面还会强化的、啊，这个铁定一定会强化的啦。他到底为什么要瞬间移动消失，然后再出现呢？这样有什么意义吗 ？Excuse me。Excuse me， 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你瞬间移动消失再出现到底有什么意义吗？Excuse me。トーペ。そら、苦しかろう。楽になるか。どうしよう。哪个错？没有啊，他是在原地瞬间移动消失啊！哇，就到这边了。しかもお前はそうするでキスに啊。他说，而且你们啊是还没有觉悟就站在这个地方，真是像你们的犯人堕落的犯人类似啊。不过也很悲哀，哎，已经没有压嘎，不像压嘎的那种。对了，弱的幸福人想起来了，就像我的王妃啊，安娜塔西亚那样的女人。还会为别人的不幸而哭泣，那种多余啊，才是觉得美。好吧，这个世界败北了，我所爱的东西都没有了，迷都没有，我认了 ，DA 是你们赢了，塔都会啊。诺米达，我就像败者一样离去吧。哎呀，真是消失了，雷帝消灭了。达芬奇酱，伊凡雷帝说的没错。抱歉 ，Master， 我明白了。为了守护我们的历史，我们就要见，就是踏过这世界。终于打赢了。好，来啊，我知道，是你啊，单挑啊，来啊，啊。告诉你，你不要我告诉你，我队伍中其实最猛。不要跟我说话。你拿出黄连那一瞬间，就已经注定你的败北了。啊，怎么样？打倒了伊凡之后，就是我跟你的。阿塔兰塔，已经不能再回头喽。还是你要放弃那些小孩呢？啊，抱歉了 ，DA。好啦，阿塔兰塔会那个，我也不意外了。应该说，阿塔兰塔本来就是为了那些压嘎了，他也不可能，他会这么做，我觉得也很正常啦。所以这关 BOSS 应该是阿塔吧，然后前面再加几只小兵。
这边还没有，还没有轮到那个登场的时候。剑跟杀的小兵哦，那我就再带一只。然后带一只弓我不知道带谁，弓其实也没差吧，我用阿比硬打就好了，我直接带阿比好了。然后后排啊，这个可以，微妙啊，不然就赌大一点啦，直接上这个，不然就玩大一点，直接上这个好了。然后这边再上一只北斋吧，这样好了，大概就够了。生命有胜败，历史有胜败。历史的胜者是犯人类史，那就是 DA 他们的世界。历史的败者是异文代，就是这些压嘎们的世界。那么这边是毁灭的检定世界啊。虽然如此，就是虽然很严酷的声量，但是还是活着啊。像这样的世界还有六个，所以说啊，这就是圣杯战争一样的，就像我们这样 ，Kulifta 之间跟 Savant 就是让自己的世界胜出啊，证明自己是最强的。这个俄罗斯啊，很残酷又很强韧，有充分胜利的机会，赌上了自己人生的全部啊！我要证明自己。好，抱歉，你们没错啊！我也很你们世界的崩坏啊，世界崩坏还能作战，我佩服你们。但是我本来就啊，本来红奈娜拉吧，本来应该是犯人类史的英灵啊，但是不是站在你们那一侧的。可是我被召唤以来啊，已经待在这里太久了。所以我已经属于这一边了，怎么会？真的吗？啊！但是啊，就算犯人类，如果犯人类史消灭了，你也不会存在喽。不行，他不能放下他们啊！那是逃避。纳塔西亚，生命で苦しみます。哦，还是叫人出来了。昂达，你这是个很好的旧种啊，所以希望你退下。哦，怎样讲就是现在要反骨了，对不对？全都要开始打了。好，现在全部都开始，现在就开始说了。啊，他们也不想杀嘛，不过这我可以理解啦，我也不想死啊。如果今天有人救了我们世界，然后说哦我救完了，然后你们就全部去死，我也不甘心啊，我也会想把他砍死啊。对啊。这个其实那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意外啦。对啊。就是最后的 checkmate 将军了。你看爹的脸，他已经完全丧失战意了。撤退吧，撤退。啊，你觉得卡多克会放他走吗？安娜塔西亚还会压制着贝奥武夫那边啊，不能期待贝奥武夫帮忙什么的。啊，马修在开宝具也需要冷却时间。那值得信赖的宫本也消失了，那阿塔兰塔又变成了敌人，福尔摩斯，你能说服他吗？啊，那拉奈啊，哈基里，阿妈说大概也不行。那拉，しかしこればかりか、彼女は手でならない。ではなく、それであるか。なぐな我ら彼女の味方って。哦，他说这种时候他们没什么能做，就只能尊重我们的意志了吧？对，反正大家那些意思就是说他们没什么能做的，就是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他只是想为了拯救这个世界而已，好吧？大家都走了，就靠我们自己吧。争いは嫌いなの。
B のまぶたを上げるわ。よし。可是托托利欧鲁塔，这不是啊。B、すべてを見なさい。すべてを見抜きなさい。我が本性にその大いなる力を手向けなさい。B、啊，不过确实，皇女应该是比较适合当章节限定角色啦，故事限定。就理论上来说，B のまぶたを上げるわ。死んで。えい。不过这次基本上全部都是常驻了。すべてを見抜きなさい。不过剧情表现，这个皇女应该是章节限定角，就是故事限定比较合理啦，比较合理。那应该说就，可能他们也想赶快从卡池里面骗骗钱吧。不然我觉得依照剧本来讲，你不觉得皇女怎么看都不是一开始给你抽的吗？欸，小姐，你一言不合就这个样子，别这样啦，做人那么过分，没礼貌，最生气。对啊，皇女是常驻啊，我只是说就故事方式来讲，应该是这样。不行啦，阿塔放不下那些压嘎的小孩啦，因为他说他在那边待太久了。新的。保住他就行了吧。哥就跟你赌运，哥什么不爱赌，哥最爱赌运。B， お願い。全て呪い殺し、奪い殺し。我就赌你打在我可爱的那个阿比身上。死んで。燃ゆる影、裏付きの矢、我が像を受け入れよ。あんなこと。哦，我明白。セルモクラティア。悪い、ライダー。トト様、また過去を変えやがった。
话说那塔西亚应该是地鼠吧？好，安娜塔西亚来了，这又是谁？比利小子吧？走开，才不要你。骑兵哦，有没有比较有趣的骑兵啊？我没有的骑兵，马中每只骑兵我都有，放一只比较 有趣的角色来玩。黑圣杯其实打不太出来，我有点怀疑他的 NP 没有孔明情况下打得出来吗？其他要练什么比较好？他比较微妙。看，这个居然没练技！等一下，我居然选了一个没有练技的拉二。选一个没有练技的拉二，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大哥练技好吗？后面放一个，留一个奇金石来飙个车好了。奇金石。我的任务结束了、已经没有力气了。Master 还没放弃呢。怎么了？是现在射击？看我们 DA 放弃了吗？そうか。我で知らすのいうのか。这是谁也拯救不了啊！殺されという最悪の。这被拯救的世界，最后还是要被破坏掉，这才是最糟糕的真实。没错。现在倒在那边啊，已经用尽力气的少女看起来是那么的贫弱。现在连我都杀得了她，我就这样无意识的走了出来，装填上了子弹。这应该是那个吧，帕帕斯西吧。我靠，那也是。那段有点看不太懂。それはきっと笑って生きたい生きるものが死ぬときだ。意思笑って生きたい。笑って生きているものが死ぬとき。看就有点没看懂哎，还是帮我们挡枪就对了是吗？你許せない，我不原谅你。俺はてめえ絶対許さない，绝不原谅你。你跟我说了幸福的世界，结果你却失败了，我不原谅你。所以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继续作战。你不是说了啊，你的世界能够笑着开开心心的是最棒的吗？你不是这么说的吗？
那你就挺起胸膛啊，为柔弱的世界而战呢、啊，不准输啊，不准输给这种只有强的世界。可是我，所以啊，きっと罪人だろう啊，这当然是当然知道啊，你这个罪过很深。なかなかなんてできないだろう，但是也没什么能做的，已经不行了。因为啊，你们的世界已经一定很漂亮吧，所以啊，让你们的世界留下来吧。我什么都不明白，什么 master 的事情啊 ，servant 人类史异文带我都不知道。但是啊，如果这个世界是错误的话，如果啊活着只有这么痛苦的话，那么你就证明给我看看，有一个充满幸福正确的世界吧。我们这些ヤガ只是迷路进了错误的场所，但是那个错误也是有它的意义，对吧？你别说话了，不用担心我。ヤガ对于痛跟恐怖都很迟钝，你呢？还有马修嘛，一定很怕痛啊，也很害怕吧。所以说嘛，才是这样，才要活下去。那来，你说点什么吧。口太有，来，让我听听你的回答吧。嗯，别哭了。さてもなんだ思ったよりあ、てめえかさても楽しくない。哎呀，不急了 ，Master。还站得起来吗？嗯，ヤリマス可以哈，只要 Master 站得起来啊，我就站得起来。可是哦，嗯，武器啊，好了，接下来没有你们登场的时候了。那、啊、你们的首领是他吧？那么就是决斗啊，单挑才是正确的比例。啊，帕斯西啊，没赶上了，但是 Master 还活着。啊，还有这个希腊神话的猎人啊，我是比利小子，我就跟你一分胜负吧。我叫阿塔兰塔，那比利小子只有一件事拜托你。彼らは悪くない，他们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只是为了寻求生存，不能说他们是错的，别再逼他们了，知道？哦，他们就是一个是公。这是背叛的惩罚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单纯的晚安，阿塔 ，boss， 各位对不起，我知道的。那这个异文带对犯人类史来说是恶，最终非得被切除不可。我知道，但我没说。嗯，就是这样子迷惘着。不是的 ，boss。我们也知道啊，啊！你每天晚上都偷偷躲在那边哭，你们这群狗到底有多么无耻啊！每天躲在人家房间外面听人家的声音，啊，嗯。但是你比我们任何人都强，其实没有抛下那些弱者，相信着明天。嗯，大家都知道你，但是你还是没有放弃啊！你也没有不管我们。这样下去啊，就是你也会死啊！我们却没有，就是帮助到你这件事情。嗯，啊，我的角色就是这样嘛，别在意啊，你们没有错。想活下去是生物的本能，那、啊、这是你们的命运。爹呀，帕斯西说的没有错，战斗吧，守护你们的世界。我已经没有就是帮你们加油的资格了，至少帮你们祈祷吧。可恶 ，boss， 对不起，家里也还好吗？啊，已经历尽了，之后就是好了，就剩你们单挑了。Glyphta， 贝奥，他们就是小兵也都意气消沉了。人生就是这样。哦，フラシオイオ。啊，そろそろ真的啊，就使用那个吧。这个异文带啊，他就是皇帝，
哦，他的异文带的皇帝就可以使用所谓的非常大拳。哦，哦，还是讲演技。OK OK。啊，空想术欧罗奇大蛇吗？这边是开始的地方。巨大的树，所以皇帝才能够使用那个特权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可以扩充这个地方，在伊文雷帝毁掉的现在。哦，因为之前一直拒绝的伊文雷，所以伊文雷所以就没有种下去。这个俄罗斯对于皇帝是绝对的，伊文雷帝啊，有的最高特权就超脱这个土地啊。我们获得了之后啊，就是安娜塔西亚就得到了。半年还是一年呢？但是就是现在就是要实现约定的时候了，打倒他嘛，我会成为最配得上你的 master。欸，就是这样，来吧 V， 让他们看看你真正的样子啊！来射出你的魔眼，来，我并不是最早啊，兽国的皇女。我的名字是安娜塔西亚罗马诺夫，是这个俄罗斯的新皇帝啊，就要打倒这些敌人哦。好，来哦。来，我看看你的非常大拳猛还是我们的拉尔猛。そう、ここまでたどり着いたのね。なら、私とBも全力よ。マスター、回路を回しなさい。神たるファラオの武勇を見せる。阿飞大学干嘛哈？絶望の死を許す。Excuse me? Excuse me? 你？地上にあってファラオに不可能なし。万物ファラオの真意を見る。ファラオの真意を見る。三次而已呗。我靠，攻击还附加 stun 的哦。哇哇塞，你们这些人怎么无耻到这种程度啊。よかろう。打弱打弱。你お願い。停止。啊，我要开镖了。Yes, my master. 徹底的な。逃がす。我要开始飙车了。哦，这一发就打到底了。哎，你！マガン解放、バロードリンチャット、サーキットは皆殺しにしなさい。没关系，顶下来了。还好我的皇帝特权还在。
啊！哇！褒美をやろう、光なき者。了解した。全能の神よ、我が子を見よ。そしてデッキ戦。ダジャクダジャク。一掃する。停止。哎呀，拉尔要倒啦！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标吗？看他一回合，再等一下好了。皇帝特权等一下没有上到很亏，先打掉这一条血吧。反正奇迹应该是可以拉得回来吧。掉下去看看。啊！差一点点，我差一点皇帝特啊！算了，他的 gas 有次数限制吗？啊，强化解除无效，所以一定要打掉一次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不想把那个。如果啊，算了，黑匣只要能顶住就好了。不应该太留守的。其实，哎，算了，应该是有更好的做法，没关系。干，那什么鸡巴毛配牌啊？鸡巴毛配牌。我突然想一件事情，红女有加 NP 技能，对不对？他不会丢 NP 技能然后开宝具吧？还好。妈！
ランク決めるぜ。イエーロケモン任せな、風になるぜ。干，他会先开这个、哦，哇！那我刚刚用 B 卡带头的耶，啊，我刚刚 B 卡带头。完了！啊，完了！我应该 B 卡带头的。啊，我应该 B 卡带头的。啊，我应该 B 卡带头的。哎，太大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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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行，气死我了。我想一下、哦，他其实比较麻烦的是第一发宝具，他第一发宝具好像不会直接开招，所以第一发宝具其实可以闪得掉。嗯，想一下，第一发宝具哦。还是可以啦，但不要带魔性菩萨了，还不带黑圣杯，啊，杰撸爆，直接宝石王直接撸一次，然后再开一次，再撸一次。我想想，这样比较好吧。啊，其实 BB 的话，再带一只赖达好了，赖达四星赖达。那没有什么特别用的雷达，只剩船长了啊，加减用吧。哎，不行，先不用梅林，先不用梅林，先不用梅林。啊，梅林是比较好解啦，可是就万解是也可以啦。我刚才打他第一条血，他轰我，对不对？那ら、私とBも戦力よ。マスター、回路を回しなさい。神たるファラオの武勇を見せるとしよう。絶望による死を許す。我刚其实做错两件事情。ファラオの真意を見るがいい。应该这样子。地上にあってファラオに不可能。地上にあってファラオに不可能。ファラオの真意を見る。然后刚刚是奇傻直接把他撸死的，所以奇傻撸下去的那一回合，我一定要想办法不能。よかろ。打弱打弱。もろい。もろい。ファラオに歯向かう愚か者めが。メージを持ってメージ。天使。来打掉第一条血的时候，我必须至少两个人有一个人要上回避就对了。所以奇傻现在这一发就可以直接撸死他了，然后我看一下哦，然后拉二应该是可以顶得住，可是这样子还是得要有点顶到半条血，看奇傻顶着吗？我在想要不要让他顶，
还是让拉尔丢宝具也是一个办法啦。可是你宝具封印，你下一回合还是会打，所以没有差。你只是那一回不吃而已啊。你只是那一回合不吃到，他下一回合还不是会丢宝具？好啦，我把奇侠血留下来好，前面两个人先靠皇帝特宣顶啊。前面两个就自己靠皇帝特权顶住就可以了。没死，为什么？我刚刚怎么打的死？我记得我刚才不是一炮他就死了吗？武力蹦欸，哇哇，跟我计划不一样，亚贝。全能の神よ、我が業を見よ。そしてデッキゼロ、ラムゼロ、テンピース、ダジャク、ダジャク、もろい、ファラオに歯向かう愚か者めが、弟子、この程度か、ジム、この程度か、弟子。万物万象我が手中にや。待ってよ、すぐに片付ける。イエス、両決定的にな。你打心吧。交釈な。一点のミスも、破局レース、森だ。そこだ。
命令。お願い。魔眼解放。バローラインチャット。サーキットオーバー。皆殺しにしなさい。ピッ。哇，居然连内效吃不下来。哇，横劈叉二。欢迎补个鞋好了。OK， 振り落とされんだよ。決めるぜ。先撸下去看看吧。哎干，要多浪费一回合。哇！干，好尴尬哦。算了，应该是没差啦。马克思纳，哎呦，酷！まだまだ頑張りくらいな。デシ。反正等一下一个 combo 直接收两只好了。デシ。太惊喜。デシ。満足させておくれよ。啊，搞定！担心是可以接第三段啦、啊，可是我想说这样比较快、啊。全能の神よ、我が子を見よ、そして手を貸せよ。爽！不行，我要车到他娘都认不出他来。空を仰げ、地を這え、お前の見上げる太陽の輝きが世である。怎么看都是我们比较强啊，为什么啊？就是经验的差距啊，你就老实一点吧，不然的话就不饶过你哦。啊，我虽然跟魔术师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你想做什么啊，我马上就会射击。还没结束，我约定好让他成为皇帝的这个世界不行，要建构一个异世界，这个是不对的世界，要让他成为皇帝，我绝不放弃的，只有我君みたいにできるはずだ，只有我能让你这么做。你要到底想干什么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嗯？你要干嘛？そうかい。还有什么卡的？还有卡？这个大令咒？嗯？慢了。比例开箱的时间啊，不到一秒。这个时间，那不管做什么，就算是 Glypta 也不可能。哎？所以这个结局就必然。不擅长应付枪，巴嘎娜，安娜塔，现在你做什么？我巴嘎桑内，笨蛋，卡多克，你死了我也会死啊！这作为 servant 不是理所当然吗？吉高，不对，我还有大令咒，这是 Glypta 的特权，只属 Glypta 的。用大令咒把这个世界换过来，你就
就重来一遍，你就可以赢了。笨蛋，那种胜利有什么意义吗？我是罗马诺夫的王朝正统后继者安娜塔西亚，抢走的这种行为才称不上胜利呢。可是，不允许你自杀，也不允许你自爆。冷静，卡多克，我相信的。就算你的选项错了，你一定也是为了正确所做。你这种事，私はいつでもいつだってできるはずだった。後悔ばかり。我一直只为了能做的事而后悔。那你就抱着后悔而生吧 ，Master。我已经是第二次啊，已经不能再一次啊，帮你挡子弹了，可以吗？啊。わたは信じてくれたから啊，我是相信的，这是 Seven 啊，是理所当然的啦。光栄に思い出ちょうだい，记住你的光荣吧，真是个可爱的人。哎呀，皇女消失了！啊，可惜，这样行吧？啊 ，Miss Master， 如果你有命令，我就可以把她杀了。谢谢你，比利。也是我的工作。哎呀，哦，还有一场？问号？好吧，问号就上我们最喜欢的队伍了。那我已经问号，我先把它换回来。零一固定，干零一固定，糟糕，我不会用这套衣服玩呢。零一固定哦。这一套顶不顶得住啊？试试看吧。那个 Seven 啊，帮助了他最后的契约者。我的加勒底啊，破坏我家里的女人，那就给他一个评价吧。大爷，总之啊，爹把他抓起来吧，把他抓起来带到我们车子里，然后让他怎么了？等等等等，紧急事态！空想术的魔力越来越大，变成神代等级。不止，而且整个这个世界都要翻过来了。空想术启动了，现在还来得及啊！快点在他着根之前把他搞定。怎么可能？太勉强了吧？勉强也要做啊！你们想死吗？就说，不然我们会全灭呢。好不容易赢了，不允许我家族是这样子的。这是最后用剩余的魔力给你们的 Servant 了，暂时也可以做空中战啊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先集中目前的状况吧，就看着那个谜样的大树先去确认。好，是啊，就跟大家护卫异文带 Number One 空想术大蛇，从中心热源上方5000公尺开始上升。哦，什么超级大大树吗？Fucking tree！ 空想术啊，这就像第一部的魔神柱一样嘛！我靠，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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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DK， 这也太大了吧！能力啊！B 卡耐性。Growing engine 防御力 up， 这也不能消。而学妹这个后半其实，是骑兵哦。好，找我带一个刺客把你打跟狗一样，好了，不管了。他应该是全体攻击也没用吧？哇！我觉得我的队伍从基础上就有问题了。看我的队伍好像从基础上概念就有问题。
まあ、時短、装填します。あなたのよ。本当役立たずでごめん。这个基础上就有问题了，干。干太生气了吧？哪有这种的？哎。期待我的真心，万年万年，四天王の取れ。哇，对比卡减伤成这个样子哦。还有无敌贯通，你还有什么招没有？安安，你还有什么招没有？那我还有第二只梅林。算了啦，重打好了，也打不赢啊，先撤退。我知道是棋的话就那，知道是棋就 OK 啦，就好处理了啦。我记得行步机宝具有加防御，对不对？那很适合这一关。那行步机应该蛮适合这一关的。因为它可以一补气，然后看看哦，我还是带它好了，这个位置直接带杰克吧。这边的话，不然就嘛，这是备用吧。A 卡伤会比较快，然后他应该这一张 OK 啦。那这个位置，单体杀，我还有一个好用的单体杀。就这样吧，零一不敢了，就这一套吧。啊，不过他有红卡抵消吼。啊，我这样带女帝好像不是很好。不过红卡抵消其实是可以，是可以抵消他那一招的。好吧，试试看吧。好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宕机了。哎，我打完被困起啊！安安，让我睡觉好吗？
因为我很少用刑部机，我都不知道刑部机的技能是什么。好，就全开，看起来就是开档就可以全丢的技能。然后赶快帮刑部机把一些凑起来。那刑部机的那个，让刑部机的那个 NP 运转赶快先拉起来。妈的，我女帝是跟你有什么仇？我也好。人が触れられぬ天の城塞を見せてやろう。巨栄の天、ハンギングガーデンジオブバリオン。我觉得看起来蛮好笑的那个画面。哎，你刚刚跟我女帝有仇是不是？我都很想丢一个防御的东西在女帝身上了。他的 OC 是什么？哦 ，HP up， 然后这个呢？他的 OC 是在道具威力提升，直接丢。ティアムトムーン、起動。身体の力で何かやろう。アクロの城、世も守りし少女結界。其实搞不好可以玩双刑部机耶。坂部姫、ジオニアジオにきらめいて。杰克这一刀应该是能收掉吧？反正如果收掉的话，后面就不重要了，就回 NT 吧。怎么那么痛啊？哦，有那个 Q 卡性能提升了。看到无什么？好，我看到无敌贯通了。好，他宝具有无敌贯通，好吧。了解。怖い。
手っ取り早く済ませちゃおっか。鉄砲了解。悪路の城、よもう守りし症状結界。百鬼夜行のお坂部姫、千代に八千代にきらめいて。さあ、頑張って引き込もろう。ちょいちょい、やっちゃえ。本気でやっちゃうぞ。哇，还有防御无视这么下流的东西啊！下流的东西都拿出手。不过防御无视应该可以顶顶看吧。哇，玛丽丽丝直接用脸硬吃，哎，我告天！手っ取り早く済ませちゃおっか。切るね。姫路城中、よもを守りし症状結界。こちら隔離を治める高津取り、すなわち。白露城の百鬼八天道様、ここにまかり通ります。やっおんが経験値の。哎呀，不急了。好，搞定，收工。等一下。哎，这可以加多少啊？我忘记，这加多少？加二十，靠腰。啊，算了，我本想说要剪个尾刀的。好，加二十而已。我以为可以让他来剪个尾刀的。いい声で泣くわね、あなたたち。私の城で聞かせなさい。お、三颗。我看还是要去囤一囤才行。热源消失了，但是，那这个大树该怎么办呢 ？Master 那边木的根底有什么？底部有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星空神的巫女吗？要干嘛？那是人间吗？不过好奇怪，嗯，也不会想对他开枪，为什么 ？Gradio 一样 ，Gradio 不是那样无眼的怪物，那是什么？虽然看得到，但是没有实感。Porter 听得到吗？啊，调查一下空想树根部啊，地上30公尺的地方有什么？快点！呀啊！看不到，完全看不到。达文奇记住器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没错啊。他们看到的是真实，但是我们这边什么都看不到。哦，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？为什么？
啊，那个人物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观测得到，但是确实出现在你们眼前。因为那边什么都没有，在地球上的反应在那里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啊，一个人类一份的空白的虚无。机械是观测不到那个人影的，那个空白就代表了证明有什么。所以那到底是？哦、他跨过来了，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哦？空想术？诶？空想术破坏了，看不到那个谜样的女性。等等，那高浓度反应是圣杯？哦，有圣杯了。圣杯不对，是像圣杯的东西啊。总之也不能放着不管，那、啊、先拿起来吧，回收。嗯，啊，就收到我们杯子里。你是圣杯。地中的魔力流停止，那女的也不见了。嗯，好了，战斗结束，我们胜利了。嗯，异文带，但是也失去了很多。好了，我的角色也结束了。在那之前，那把巴士西桑买起来吧。嗯，马斯塔，嗯，马凯伦娜，他说了别输，赢了不能输。可能还不理解巴士西的意义，但是我们的旅程以后一定有更残酷的事实。加勒底被冻结了，我们剩下的只剩那一艘啊 ，Shadow Porter， 这是为了啊毁灭世界的旅程。在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拯救世界，而是毁了他们，才能让我们世界存活下去。嗯，是，别输啊。嗯，哈斯西长说的没错啊，我们也要负起责任，负起守护人里负责活下去的责任。玛莎，你看天空下面。哦，暴风没了。嗯，天空啊，变蓝空了。他是西萨米塞德，你看看，那、啊、那就是你说的天空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也就遇到了一个好王呢。啊，对啊，没看到他说民族主义怎样吗？好了，算了。他说：“我还是想做一个战士，继续战斗就是了。比起当王啊，战斗更符合他的本性。”好了，晚安啦。那就是讨人喜欢的那个狂战士。比起像蜜蜂，你才像只熊吧？啊，我也到这了。嗯，有在什么事再叫我吧。少年恶汉王，我的任务也结束了。不过这个灵机还没有消灭，大概是要送目送你们离开吧。我知道了。萨利耶萨，打起精神哦。不啊，跟雷帝的对决，你帮大忙了呢。那不行，那不是美，那只是愤怒的演奏，所以才能够束缚住雷帝，真不开心。我的演奏啊，不应该只是愤怒，没办法打动人心。妈妈，我去吹奶哟，冷静啦，萨利耶。啊，万能的天才啊，到达神域的人都会嫉妒的哦。瓦拉斯伦啊，别让我笑了。啊，欧西那边的。啊，他说，不然你来我们 Shadow Porter 吧，我用这个改良之杖敲敲你。不用了，我有我的使命啊，我就跟你们在这边分别吧。对瓦纳，不过啊，加勒底的 Master 还有盾之少女。谢谢你们听我的钢琴啊，也谢谢你们听我就是讲的这些事情。如果还需要我的力量啊，就再不用客气，再叫我吧。嗯，不过啊，要是跟那个男的在一起，我们可没自信啊，可以保持理智哦。嗯，萨利耶啊，去莫斯科了。哦，吉莫呢？虽然本人是笑着，他一定是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。哼，那种三流的 Seven 跟他契约只是浪费魔力。好了，汇合汇合啊，闪了啊！那个暴风壁也消失了。那
果然空想术才是暴风壁的源头。那这个异文带的作战已经搞定了，那切除了空想术，那我们的装甲也修好了，那就可以离开俄罗斯了。还有我们抓起来的卡多克也一起带回去吧。啊，卡多克被我们抓起来了。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卡多克到底在哪里耶。嗯，我秘藏的那个，我就把我偷偷藏起来的牛肉干也给你们吃吃吧。哦，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叫我司令官，是司令官。走了，马修。嗯，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把卡多克抓起来，完全都不记得了。爸爸怎么了？老大不见了。嗯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该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各位过来过来啊，就用你们的手摇运这些东西吧。嗯，有一个塞斗。哎呀，这什么啊？什么？钢琴乐器的一种。雷帝不在了啊，就让我随便用吧。嗯，你要弹吗？可以弹吗？不弹要干嘛？钢琴，钢琴啊，钢琴可是只有皇帝才能听的艺术哦。嗯，会痛吗？不会痛。会饱吗？嗯，那来吧。好啦，曲子就是啊，就是莫扎特的要求嘛、啊，就是让世界和平啊，就弹这个曲子吧。他说，如果世界和平，就弹这个曲子吧。虽然我不想听他的话，就是。哎，有声音哎。对啊。这个是我们时代的恋歌嘛，在未来是所谓的星之歌。星星是什么？晚上啊，你就会看到星星了，在天空漂漂亮亮的东西。嗯，现在才能看到那种东西。这个异文带啊，要消失了，回到原本的样子，就是回到检定事项，就像从梦里面醒来一样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啊，到这个世界结束为止，我还是会继续谈的。你们啊，没有任何人 有罪，只是跟世界的方向不同而已。虽然有点悲伤，但是你们不用负任何的责任。到崩坏为止还有一点时间，那我们就把那些失去的拿回来吧。那可以，就是可以听一下吗？听吧。这么美丽的声音啊，在我们的世界上啊，没有这种东西呢。哎，没办法、啊。怎么了？痛吗？嗯，没事没事。啊，这个世界就要结束了。啊，在星之海，刹奴的生命。啊，那些啊，就是没有人知道的兽人们啊，兽人们的欢呼。就是那些老去的亚嘎啊，也是傻，就是茫然的看着那边，也没有留下传说，看着天空。反正打这个世界就要消失了，结束了。空想切除完毕。好，卡多克被我们抓回来了吧？好了，到达境界线了。那有影像。不过话说，我们如果越抓人越多的话，六七个人，我们的食物不就不够了吗？俄罗斯的外面，我们的地球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？欸，大气成分跟原本的地球一样。嗯，总之先等卡多克醒来吧，他可能知道些什么。嗯，福尔摩斯还有司令官。哦，大叔，司令官不是大叔，干嘛？有什么好什么惊讶的？那个通信，有通信欸，有一个魔术信号啊，一定是因为切除了空想术就能通信了。哪尼？内容是什么啊？变成密码了。等等哦，有生存者，解读成功了。我来念一下：我
犯人类史的魔术师，我正确历史的魔术师。如果能够听到这个信号的人，会合吧？这里是巴鲁多昂德鲁斯，现在在北大西洋移动中。我等着生存者们，重复，在等着正确历史的生存者们。我接下来会在指示坐标跟你们会合。这里是巴鲁多昂德鲁斯，彷徨海，巴鲁多昂德鲁斯阿鲁。彷徨海那个魔术世界的三大组织，伦敦的时钟塔，埃及的阿特拉斯院，还有躲藏在北海神代之岛最古老的魔术洞彷徨海，还活着，还留着。重复，犯人类史的魔术师啊，在这个坐标汇合吧。哇，结束了，看，好长啊。哇，你娘亲的超长哎、欸！哇。